等而已。如果你喜欢吃焦一点，就多烤一点点。那如果不喜欢吃焦一点的，就让它上面cheese融了，就 OK 了。那应该现在差不多可以了，我们就把它拿出来。而且我觉得cheese最美的时候啊，就是那种像鼻涕流下来的，鼻涕滴到。猪脑哪里叫？这里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已经有金黄色。那因为现在这边有三份，我想说把它切成六份哦。OK OK。哦，心脏跳跃了，牛面更彩。Oh my god， 好棒哦！我一个人可以吃到这么大份呢，耶！这个就可以一口吃了。OK OK。哦，这一口吃不得了了。OK OK， 我 OK 啊。啊，我哥留下排盘姐。好，那起来，这个镜头交给你们餐厅。好卖，好卖。刚才这道菜呢是对人哈、在减肥的时候，它吃它有饱足感，而且是热量不会很高的一道菜，叫做绿油油百宝箱。这道绿油油百宝箱采用西式焗烤料理的手法，但是将一般焗烤淀粉类的内馅换成高纤低卡的苹果和梨子，以及富含维他命 B1 能加强新陈代谢的凤梨，不但能享受焗烤的美味，摄取更多的营养素，吃了更不用担心身材的问题哦。不过对拥有专业证照的两人，评审会用更高的审核标准来检验他们的作品哦。哇，请问一下对面两位男孩，你们在干嘛？好任性哦，你们！而且我还用他们的气，真的好香哦！你们有没有吃的太高兴了一点点呐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给我弄报废哦？好了，对，要不要来？而且别便当哦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要便当，我要便当。两个3比8。好了，就这样，3比8吃完了之后就换胖子吃咯。对，好，我来吃吃看。哇，小胖吃，真的，这上面cheese烤成这样，我的天哪！你要一口吗？不要吧，我不一口。其实应该可以再烤久一点。对，好，真的、哦，可。你不能再吃一点，你把它搞。哇，都跑出来了。哎呦，看 C 呢，看 C 呢。哦，我这画面好感人哦。好吃吗？光，哎，我光看他们吃，觉得很好吃的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好，快点，这才叫。而且有汁啊。这才叫很吃啊。而且，超多汁又有浓浓的芝士香味，然后现在味道没变。真的吗？好太多了，比你们。你们好可怜哦，阿碧叔，快，阿碧叔，美少姐，你替我们讲个话嘛。阿碧叔，你讲一口哦，听到话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大声讲，没关系，不怕。刚才是人吃的吗？对啊，搞不清楚状况。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八公分那种感觉，像凤梨香。对，嗯，可是梨子在哪里呀、啊？帮我看一下梨子在哪里。我帮你看一下，梨吗？好恶心啊你！哎，你嘴巴里的东西跟你衣服好搭哦，来嘴巴看一下，跟你衣服好搭，看一下。那跟衣服搭不搭？一模一样。真的，这才是人吃的，人吃的啦，人吃的多美，多美！你不要吓一跳，一口。都是每一口。真的好蒜泥痕 ，Oh my god！ 哎，其实我们烤这样的青椒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如果太烂也不好。烤过之后反而好像有一点。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你看你口多不多？哎，不为重啊，是这样。